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奇社。这一期的话呢，给大家介绍52toys 的 BB24 号的，这是一个以海龟为它的动物形态的玩具哦，它的命名叫做废胶。那么这个玩具大概去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我也入手了好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两天呢比较有空档啊，就把它拿出来做个简单的把玩。当时在买这一款之前的话呢，对它期待度是比较高的。那因为海龟这个生物的话呢，我相关类型的玩具可以说是非常的少啊，那变形金刚类的话呢应该是没有这种玩具，所以呢这个家伙的一个外形来讲是非常吸引我的。那它的话呢，实际上拿到之后呢，不免呢感觉失望的成分呢稍微多了一些。首先它的细节刻画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放在底部啊，几乎是整个是空的啊，那么包括了这个所谓的甲壳的内部啊，全部都是没有做任何细节的处理。当然有的部分呢是有，但整体来说呢不免会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失望了。再来是它的一些上面的毛边啊、水口啊这些东西呢处理呢并不是很好，然后它这个嘴唇上面这个漆面呢也稍显粗糙了一点，你可以看到上方啊还有一点点这个就是刷过的痕迹，并不是非常精美。那其他的话呢就可以变形的设计感觉还行，但是它身上的零件数啊非常的多。那球冠的部分的话呢也感觉有点稍显的松垮了一点点啊，所以这款玩具的话呢期待度可能也是比较高吧，导致于说呢拿到之后呢有许多的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满意啊。那么再来的话呢就顺便提一下吧，它上面这个漆啊你看啊有一点没有完全盖过去的感觉了啊，所以不过就还是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吧。今天打开之后的话呢就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失落啊。那眼珠子的话可以看到啊，刻画还是非常可以。那身上的一些细节的话呢就给各位稍微做个展示吧。那海龟的话应该是有个龟壳啊，那它这个龟壳的话呢靠着的是这个内部啊有一个卡扣啊，在这个地方我解开给各位看一下好了，这个地方解开这里有一个卡槽，然后从这个地方啊这个凸啊是要把它给卡进去的。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没有卡住的。那它的背后的话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小暗门，打开之后可以看到这个是类似于驾驶舱的一个进入的一个地方吧啊，尽管从后面进入感觉有点奇怪，这个地方打开还蛮有趣的，从这地方双动关节这样搓一下也就能够打开了。上面有一个炮的话呢你要做个转向也可以，到这边也行。那后面这个是有个座椅啊，应该是座椅吧，你可以把它竖起来，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给推回去。那海龟有没有尾巴，印象中好像是有还是没有啊。那它的一个腿啊还有前肢啊这个关节都很多，那由于这个地方这个开口的这个球冠开口是在上方啊，所以这个你对它前肢的支持力度的话呢就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啊，就尽量让它能够趴着这样前行就行了啊。好，那我们就以造型来说啊，其实我个人并没有那么讨厌了，还是不赖，只是觉得它的一个做工方面呢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两个部分把它给打开，然后呢把这个整个部件往上推啊，它这里是有一个显示是有一个凸跟有一个凹的结合，但是其实它扣得非常的不稳，有卡住啊，但是没有很稳。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前推，先到这儿吧，我们再来把这个地方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个地方给往下转，转下去看到吗，这个地方这个洞啊要去扣前面这个凸，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反折过来把它给扣进去。再来的话啊是把这个后爪呢放到这里，这可能是整个变形里头呢我觉得个人是觉得难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清楚啊。那我个人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啊是呢，这里不是有个球形，别挡镜头啊，这里不是有个球形关节，你透过这个球形关节呢把这个脚的话呢这个部件啊是把它给整个往下搓下来，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鳍啊是整个往最下面移动，这个时候呢再去推动这个绿色部件，让整个推进来，哎，就能够顺势的把它转到内侧了啊。然后呢稍微做个简单的形状的调整，到这边扣进来，到这里推一下啊，这里大概占一半的空间啊，这里也是一样，就这样差不多了啊，就这样可以把它给推进来。好，那以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转动的话呢可能变形上是比较简单一点啊。那这个地方转进来之后呢，这两个尾鳍的后鳍啊是彼此是没有卡扣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其他部分的一个结合了啊，其他部分的结合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部件把它这里原本这个
这里有个凸，对吧？这个凸本来是扣在这里的，现在我们要扣到前面去。那以及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忘记啊，这里有个关节，是把它给往上面推上来，这里推上来对齐，然后往上面压上去，这里也是一样，往上压上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形状。好，我们就到这吧，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正常的话应该会咔的一声，会有点响亮啊，我有点响亮的啊。这个手的话就暂时不管，先推到一旁去，这里。哎，它没有发出响亮的声音啊，无所谓啊，反正的话呢就是把它给扣进去了。到这边，这里是一样啊，大概瞄准一下相对的位置，把它给扣进去。好的，扣进去了啊。那么呢，这个都 OK 之后，就把这个手从这个地方顺势把它给收进去，然后呢，顺着这个关节去转，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结合了卡扣，把它给扣进去。那这个手感的话呢，还是感觉就是稍微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把它给收进去，到这里扣进来，好，扣进去。那这里呢，它其实是有三片卡进去，但是呢，我感觉吧，卡的也不是说非常的紧实啊。然后记得把这个头转180度，然后呢，从这个地方推开，直接的收到这里头来，到这儿。OK， 它没有放进去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卡扣啊，它的变形呢，就已经完成了啊。这个就是它那个废胶从一个海龟变形成一个Beast Box 猛兽侠的一个状态。前后左右来看的话，这个地方好像削了一角，稍微略小一点点，其他地方还算方整啊。那哪一个角度最好看？我认为是这个角度最好看。那么呢，这里的话呢，这个枪的话，如果你把它反折过来放的话呢，就放不进去，所以也不用担心说你这个枪呢在变形的时候呢会去忘记做一个翻转。然后组合的卡扣最主要还是这两片龟甲吧，能够扣进去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最难的是这个后肢，把它翻到这个位置上的话，你可能要稍微去练习一下，因为这里的零件真的是太多了啊。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款废胶的话呢，造型我喜欢，但是做工的话稍微弱了一点，然后有一些细节的部分呢是稍微比较空白的地方稍微多了一点点啊，比较有点可惜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World Toys 的 BB24 号，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